这个女人的屁股被人嘎了，她坐在凳子上要垫起脚尖才能不让屁股受力，而嘎她屁股的人正是对面这个食人魔。趁这个时候男人放松了警惕，小美趁机呲个大牙一口咬上去了，男人顿时疼得滋哇乱叫。小美抓起牙膏抹在男人眼睛里，接着抓起大海的钥匙仓皇而逃，一路小跑来到地下室，打开密室的房门救出闺蜜，接着慌忙地跑到隔壁的密室救出另一名被囚禁的女孩，三个人互相搀扶走出密室。此时的大海也紧随其后追了出来，他拎起酒瓶子照女孩脑瓜懒就砸去，却被女孩一在了女人的脖梗子上，谁知这娘们竟如此生猛啊，起身又扼住了小美命运的咽喉，还好闺蜜及时赶到，一铁锹没给你呼倒，接着不停地拿铁锹敲她脑瓜懒呢，直到娘们不再动弹，最终三人成功逃出了这个地狱般的肉联厂啊。